们熊猫的脂肪比较厚，从高处摔落之后啊，也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疼。与其说考虑它摔之后疼不疼这个问题来说呢，我觉得它可能更在乎的是它的面子问题，就是丢不丢熊。然后它掉在地上之后，很多熊猫就会是先匍匐在地上，然后眨着眼睛四处张望，觉得没有人看见我这个窘相了，然后一溜烟的跑到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角落，然后再装作没事人的一样大摇大摆的走出来。